你永远不在啊，我挂住他啊。我想住叫他来新找一个好爸爸咯。因为这个爸爸对他麻麻地。二十九岁的盈盈一岁那时父母已经离异。老豆在大陆再娶老婆，虽然一直都同老豆住，不过由当时同样住在荃湾洋屋道的天台屋的姑妈一手凑大。他一路咧成绩去到五年级咧就学坏咗啦，又坏喺即系性格反叛，系啦开始啦，系啦系啦系啦反叛啦开始。我细佬系赶佢走啊嘛，跟住我咪话诶，你唔好赶佢走啦，我当系我个女啦咁样咯，读到中五毕业自己出嚟独立咯，我翻过屋企啦。做过美容、sales 同文员嘅佢，拍过四五次拖都冇结果，为两餐，仲喺酒吧度做拳手，一做就十年。不过长期饮酒，搞到胃出血、有肝病同尾龙骨歪斜，要辞咗份工。三年前搬翻去姑妈喺大窝口村富碧楼嘅屋企，同埋两个表哥一齐住。我个大一就几中意入呢度住。年几之前身体转差，一直失业嘅盈盈，寻日凌晨。更加因为头发塞住冲凉去水位，同表哥嘈起上嚟。直到清晨五点几，盈盈走出去27楼嘅梯间 ，send 最后信息俾做兼职保安姑妈，兼喺 Facebook 留言：姑妈，对唔住，呢世你俾咗好多爱我，我唔想再负累你。朋友们，永别啦，我并唔系一时冲动。盈盈跳楼倒卧空地，送院之后证实不治。视盈盈为亲生女的姑妈，而家只系剩低一张合照，同盈盈年28送俾佢嘅一只表。苹果日报慈善基金已经拨款20000蚊俾盈盈家人协助殓葬。